韩国有一部电影叫《熔炉》，非常多的行政部门当发生犯罪问题的时候逃避不吭声，才会演出更多的受害者。民进党，这是你要给国人的台湾价值吗？高中一定可以有这样的能力，而为台北带来更多的进步。偷窥，这大概就是蔡英文口中陈时中的有能力。蔡英文呢，竟然还能够瞎挺得下去，真的是只有立场没有是非。执政党为了巩固他的一个选票，他当然就是用全党团结的方式针对这个议题来回复，但是他要思考一下，他现在是执政党，他是总统。